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苏佩祖。今日是新历的110年1月27号，旧历的12月25号，礼拜四。新闻一开始，咱就先用短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县政府为了鼓励民众替环保，过造成污染的汽车，除了中央的补助，中华县政府再加码8000块，总共补助金额高达18000块。为了让独居长辈以及弱势民众会当过好年，社会公司分别组成过以及顺兴汽车等企业团体公司，联合伫个复兴乡公所广场举办春节慰问活动。国立春节准备来到，青歌队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河北镇长阮厚觉特别前往青歌队发放福袋，替大家加油打气，为了辛苦的青歌队员。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为咱地球的环境尽一份心力。中华县政府伫咧旧历年前送县民一份大礼，这个礼物就是只要民众替换15年以上的机车，也就是规定民国96年6月30号进前出厂的老旧机车，然后来换一台新的电动奥多麦。除了中央有补助以外，中华县政府搁再加码8000块，总共补助金额上悬高达18000块。在小朋友高水的舞蹈表演了后，中华县政府在过年前送给县民的大礼，是由县长来抽出。来抽出第3个红包，掌声鼓励！现在太旧换新，最高补助18000元。县长王惠美表示，中华县机车数量高达82万台，其中高污染的车就占20万台。为了鼓励民众替换这挂老旧、搁会造成污染的机车，除了中央经济部甲环保署的补助以外，县政府嘛来增加8000块的补助，总共加起来，上关会当补助18000块。那县政府也希望能够做减碳的领头羊，所以我们考虑替换我们的机车哦，一辆呢。机车可以减少2.3吨的一个这个减量的一个效果。那县民呢，除了可以获得我们碳权的一个这个凭证之外，我们县政府加码最高有到8000元的一个补助哦。那这个活动一直到我们的12月31号为止哦。太旧换新，一起来。环保局指出，替换老旧奥多麦，也就是民国96年6月30号进前出厂的机车，只要报废，然后新买电动奥多麦，就有当摕到18000块的补助，无名额限制。活动一直到12月31号为止。大众新闻中向中华彩虹报道。就要过新年了，为了让独居长辈以及弱势乡亲会当过好年，就会公司尊德慈善会以及顺兴汽车等企业团体公司联合伫个复兴乡公所广场举办春节慰问活动，现场也阁有年菜、红包以及棉被等生活物资，要来温暖弱势族群的心。准备迎接过年，家家户户采买年菜，因此准备煮神花，每一年都会准备种青草的过节年菜，替因准备一顿青草的味道。农村的慈善会呢，每一年都跟我们的福利乡公所配合哈，做一些年菜的发放然后帮助我们的乡亲哈，能够度一个很快乐的新年。那么城门乡长哈，每年提供我们的场地，然后我们配我们的会员捐赠哈。过年菜，那因为我们过年到了，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乡亲嘛，需要的乡亲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一起来过一个好年。举办岁末寒冬送暖，协助弱势家户过好年，也是复兴乡公所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为了多谢地方企业、社团、个人发挥关怀精神和爱心扩大，复兴乡长朱元丁特别颁发感谢证给因。今仔日吼是咱复兴乡公所吼。发放物资哈，还有年菜给我们的低收入户非常感谢咱的纯德慈善基金会还有朝晖董事长哈，还有朝晖公司，还有张董事长做会哈来给阮关心阮福建
啊，在加收入户吼，啊发年菜，啊个白米，啊个红包吼，啊个一寡诶，即个哦做优惠券吼，这些东西吼，顺心汽车吼，个顺心汽车诶陈董事长啊，甲咱安尼斗三工做伙啊来发即、這个啊年菜白米，还有一些礼券，还有红包啊，互咱好运用啊，咱诶加收入户咧。大家会当甲恁同款过一个温暖的好年。二十期间，复兴乡公所甲地方企业响应爱心公益，公司协力和爱心扩大，和更加侪人感受到温暖。台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彩虹报道。旧历春节将要来到，清洁队嘛开始大摒扫，工作量大大增加。何必店长阮厚觉就特别前往清洁队帮队员加油打气。何必辅导电机会理事长林小琪，以及何必店面代表蔡长顺，嘛将亲自栽种的各种蔬菜水果来赠送给辛苦的清洁队员，感谢因的辛劳。为着迎接旧历新年来到，家家户户拢爱大摒扫，清除大量的垃圾佮大型家庭废弃物。垃圾车拢提早载满，比平常时加走几落只，才会当完成清运。清洁队员工作量增加，何必店长阮厚觉特别前往清洁队发放福袋，替大家加油打气。因为民众的所需，在这一段时间一定特别的多，尤其是一些家具，尤其是一些家庭的垃圾，因为吼年末，那我们的蚕吼，那的蚕拢是会休困，冬休的时阵，空午餐的时阵，那我们就拜托我们的长顺代表来种了几样蔬菜。那因为知道我们的清洁弟兄呢，大家在岁末的时候是最忙碌的时候，所以就备了五份的蔬菜来慰劳我们的弟兄，加个春节加个年菜，那应景应景。蔡代表，而且当尾时哦，你都。你着用个爱做一寡田吼，啊伊着提供一寡种苗、一寡肥料，提供哦，诶、代表啊，即互你来种，啊咱当尾收收咧吼，啊通互咱种个对遮兄弟啊吼，大家分分一个应情，啊所以感谢店长夫人哦，伊有即、這个诶即个想法哦，即爱钓袂歹，啊即我是业余个啦，虽然种是无真水啦，但是哦我爱心种个。代表谢谢您，哎，哦，感谢，谢谢，谢谢。除了店长来替清洁队员加油打气，河尾妇女联谊会理事长林小琪加店面代表蔡中顺两个人出钱佮出力，将家己种的五种蔬菜包做一袋，直接替清洁队员加菜，提前祝福大家金虎年旺旺旺。台中华新闻叶宏武河尾彩虹报道。彰化市福山里长周文树连续在年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今年总共有150个弱势家庭受惠。广告了，咱做伙来了解。一辈子的美好回忆，春游首选花在彰化。金能沙茶超浪停下来，不要走了，谁都无法阻止我去逛南投灯会。南投灯会无人能敌，2月29到2月20，约你一起来南投逛灯会，喝好茶。因为一场疫情，影响了我们的日常，但我们正在慢慢找回原有的生活节奏。身为在地企业的新频道有线电视，除了提供优质的服务以外，也积极投入公益，关怀地方弱势。我们做伙走向美好的未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石油署署长吴秀梅。
目前陆续核准家用 COVID-19 检验试剂产品，民众会当到药房、药妆店这合法通路来买。买的时阵爱注意外客的防疫专案核准号和效期，爱尽早看过说明书，双手洗清气，再来进行采检。采检了后，将使用过迄支采检滴甲试剂用塑胶袋密封包好。店处隔离也是检疫者，采检结果若准是阳性，且联络在地卫生局也是卡1922。其他民众采检若准是阳性，且卖去坐大众运输，赶紧去社区采检疫苗检验，并且早塑胶袋密封好势采检器材和疫苗人员。采检结果若准是阴性，塑胶袋密封好势采检器材当作一般粪扫处理，并且遵守防疫规定，继续自我健康管理。欢迎回来凯播大中华新闻，我是苏佩祖。明仔是拜五，也是旧历的12月26号。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东方，何时是早起10点到下晡1点，适合祭祀祈福。另外，爱特别注意啥物，咱做伙来关心。过几天就是旧历新年了，何必在地知名的家具行业者连续五年响应关于赖清德发起的公益活动，家具行的头家是来准备丰富的礼用品甲春节红包，要来发送予彰化视亲儿福利基金会照顾的囡仔，传送温馨的新年祝福。受到疫情的影响，生意歹做，国内真侪家庭的身价也拢受到牵连。何必一间家具行的头家无受到景气歹影响，有缘坚持继续做爱心，连续六年响应关于万乐亲密所发起的公益活动。阿玲两个，一个还是两个？两个，一个得姐姐。阿顺就讲，当初六年前哦，对着咱乐议员咧讲。讲有一阵吼，算讲伊家世较无同去选择个一阵七千里个囡仔，啊，第一年行到今年算第六年，啊，嘛足感谢讲有足济一挂善心个一挂社会人士，哦、啊，因为咱个活动吼，阿、啊、姨来参与，啊，今年就是因为疫情个当下，其实公司嘛无啥趁钱啦，不过吼，咱、啊、个爱心嘛袂使减分。啊，今年虽然有缩小吼，较少人来参加，啊，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咱毋敢劳动讲较侪人，而且迄阵咧计划时，佫惊讲来疫情若佫爆发的时候，凡说人来都袂当来吼。啊，未来咱是迄个比更健康，你买号召佫较侪人吼来帮世青的这边来做一个爱心的活动。特别感谢赖议员跟八大家具的比哥吼，已经持续6年的时间来帮助我们世青的基金会。那在地的我们合作，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家庭，那真正可以做到寒冬送暖哦。现场有米皮、文具用品等满满的明星物资以外，还有传春节红包，买祝福囡仔到大汉。家具行头家比哥指出，景气歹，生活也是爱过，希望透过家己小小的力量，和一挂囡仔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多种华新闻也丰富，何必彩虹报道。为了迎接新的一年，国际冬季会中华 A 区特别选择的年前办理愿望餐会，邀请自强儿童的家庭参与美味飨宴，嘛来赠送学童需要的生活物品，都是照顾儿童为第优先的宗旨。国际冬季会中华 A 区为了落实照顾幼童的第一优先的宗旨，由中兵冬季会来申办这届愿望餐会。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这些小朋友一起莅临到我们的圆梦计划的会场，一起来跟大家享用一个温馨的午餐，来拜托我们的区法制顾问来赞助10张的这个爱心书桌。那这个爱心书桌也在1月12号已经全部由我们的会长载到
哦，希望的小朋友的这个补上。你看大今天办了我们这一次的反毒以及照顾弱势这一个偏乡地区的这个活动，回心看的真的是相当对团聚会行销团聚会相当的棒。除了邀请北彰化的自强儿童家庭来吃美食，也无只囡仔所需要的写功课、读册、桌啊、椅啊等生活用品。现场阁有造型家具啊，给囡仔佚佗。希望伫过年前陪一寡囡仔共度温暖的年节。北彰化新闻叶芳吾何必彩虹报道。关怀弱势，照顾村边头尾。彰化市福山里长周文树连续在年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按一开始家己一个人自掏腰包，到即马都是有拢有善心人士甲企业的加入。今年募集到的爱心物资，佫开始来打破往年纪录，让历代150个弱势家庭，拢会当领到满满的民生物资以及年菜来暖心过新年。满满的爱心物资，对完了福山里民集会所，即天无闲着分物资甲年菜，嘛因为今年的物资甲年菜特别多，但伊拢来帮忙的管理员张汉天服务处执行长甲市民代表，嘛拢感觉今年的爱心物资是破纪录的多。我们福山里每年寒冬送暖啊，吼，我们都一定跟张汉天议员啊，吼，一定会来出席啊，也会帮忙啊，吼。这个物资啊，吼，然后因为里长很用心，我们都有看在心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共襄盛举，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过个好年。福山里长讲，在年前选里长的时阵，就发愿做里长的一天，就爱照顾里内的艰苦人。一开始是家己做，想要到愈做，煞愈多善心人士甲企业加入，嘛，予福山里内这群艰苦人有一个好年当过。从90、100年就开始了嘛。啊！到即摆拄连续发10年，吼、哦！安奈想着即款连续10年，遮尔开心啊！无啊，当初时就是咱有讲，啊，所以讲就爱做，啊嘛就按拄好有咱遮企业啊，啊，甲善心人士来斗相共，才有法度做到安尼。李长强调，对里面的承诺绝对袂变，明年也是同款会继续来发物资、甲年菜，嘛希望尽家己的一份心力，来唤起更加侪人来加入，让艰苦人得到照顾。大专新闻，中山中华彩虹报道。彰化生活美学馆安排艺文研习班联展，要向乡亲来分享十多类别研习课程的书生作品，休困一下，咱做伙来欣赏。大家好，我是石油署署长吴秀梅。目前陆续核准家用 COVID-19 感染试剂产品，民众会当到药房、药妆店才合法通路来买。买时阵爱注意外客的防疫专案核准日号甲效期，爱斟酌看过说明书，双手洗清气再来进行采检。采检了后，将使用过迄支采检滴甲试剂用塑胶袋密封包好。店主隔离也是检疫者，采检结果若准是阳性，请联络在地卫生局也是卡1922。其他民众采检若准是阳性。且卖去坐大众运输，赶紧去社区采检艺术检验，并且早速甲老阿未防好势采检器材和艺术人员。采检结果若准是阴性，速甲老阿未防好势采检器材当作一般粪扫处理，并且遵守防疫规定，继续自我健康管理。因为一场疫情，影响了我们的日常。但我们正在慢慢找回原有的生活节奏。身为在地企业的新频道有线电视，除了提供优质的服务以外，也积极投入公益，关怀地方弱势。我们做伙走向美好的未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Disney Plus 正式登台，可以用手机跟平板，还有大萤幕看范凯波大观屏，透过 A1 Box 用大萤幕享受 Disney Plus。Stick with returning this child to the Jedi。再享24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大萤畅看，欢乐不断。快播0809-009-658凯波大观屏。
说你使得办年船，乡亲就要注意，唔通凊彩将证件甲囡仔交予别人，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及法律纠纷。欢迎继续收看《凯报大中华新闻》。为了让弱势家庭在新的一年也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氛，保研爱心慈善会特别跟善心企业家公益社团做伙募集民生物资以及慰问金，希望让弱势族群在新年感受到社会满满的爱心。保研爱心慈善会邀请顺兴汽车、乐干国际同济会做伙来做爱心，提供乡内100多户弱势家庭民生物资、白米，希望因伫咧旧历春节进前安心过好年。送爱心，然后针对咱保研乡，即个迄个低收入户、个清寒户来做一个迄个过年的慰问。啊，伫遮吼，嘛感谢各位志工、志工吼安尼。来给我们斗三工，以及咱的干部，啊，尤其是咱国际迄个乐港国际同济会的会长、吼、哦、丁会长，甲咱顺联汽车的担当处长，拢有给咱赞助一寡物资，以及咱保研各界，吼、哦，拢有给咱赞助一寡物资，甲咱的迄个金钱，啊，予咱的即个低收入户，甲咱的清寒户。哦，会当过好年。在吼，非常的欢喜，受到咱爱心慈善会哦，黄理事长的邀请哦，来做这次咱安尼年关的冬令救济啦。吼、哦、啊，这次吼安尼本身吼、哦、是捐一寡物资啦，甲一寡米吼、哦、啊，过去伫咱保研吼安尼，逐年拢捐米啊，这次吼嘛、哦、是同款捐米啊，一寡物资啊来帮助咱吼安尼跩保研跩边缘户吼跩低收入户，安、尼今年甲旧年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吼，啊，是其实跩艰苦人吼，是叫雪上加霜啊！啊，即次吼安尼慈善会，但办这活动受到邀请嘛，非常的欢喜。满满几落车爱心物资，透过保研慈善会人员亲自送到厝内，也好社会弱势家庭感受到满满温暖甲年节气氛。台中华新闻林桂英保研采访报道。过年期间，麦当来欣赏艺文展演。中华生活美学馆特别安排艺文艺术班展演，分享十种不同类别艺术课程的书生作品。展览后面最十全十美，每一件作品都有独一无二的创作力和风格，更加充满艺术之美。走入去中华生活美学馆的展览室，马上就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氛。会计艺术班的老师带着学生分享学习成果，更加正经经推出充满年节喜气的作品。代表的富贵吉祥、团圆以及幸福美满的那种祥瑞之意呢，把它展现在大地上。生活化的艺文作品，唔仅只有绘画，佮有编织、创意粘土佮手捏陶艺等等，即挂书生的艺文艺术作品，唔仅真生活化，佮较非常实用。学了之后，你可以揉制一些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造型，然后也可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用到自己的器具，还可以装饰你的家庭。中华生活美学馆长表示，过年期间行村享受大自然，来中华生活美学馆，唔闹丰富的文香宴，周边环境更加是大景大自然。那也有工艺哈，那包括有花艺、创意粘土等等哈，非常的多元啊，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定为十全十美，它就是至少是十个类型。那欢迎那个观众朋友，特别是在春节的这个期间哈，到我们学馆来走春、来看展哈，可以享受体那个馆内艺文的一个氛围。那看完之后也可以感受一下外面大自然的一个好山好水。中华生活美学馆指出，过年高工的年假，美学馆只有休三天，1月31号、2月1号加二号休困，也就是过年暗到初二，其他时间都欢迎乡亲来行一抓丰富的艺文盛宴。大众新闻中向中华彩虹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是275公吨，平均的交易价钱是每公斤13.5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
油菜上价17.9元，中价10.9元，下价7.5元；高丽菜上价9.9元，中价6.5元，下价5元。他们都上给40.3元，中给33.4元，下给20.9元。冰岛上给100元，中给93.8元，下给98.7元。花椰菜上给26.1元，中给19.1元，下给12.3元。鸡蛋上给20元，中给16.1元，下给10元。包心饼上给8.5元，中给5.8元，下给4.5元。葱头上给27.5元，中给19.2元，下给10元。菜头上价10.5元，中价7.8元，下价5.2元。白菜上价17.5元，中价13.6元，下价7.5元。白菜上价17.5元，中价13.3元，下价7.5元。芹菜上价43元，中价27.8元，下价16.7元。来关心空气状况，方便接近西半部地区透早到日时时间污染物容易累积，中部以北地区的空气品质为普通的等级。另外天气方面，拜五有一波水气通过台湾，中南部地区有落雨情形。拜五暗开始，台湾各地区的天气会变较乌阴，民众出门要注意安全。以上就是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苏佩祖，咱再会。一个好的居住品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新平大的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就像是防护罩一样，让我们住得很放心。系统操作很方便，用手机或平板就可以随时知道社区的各个环境状况，随时随地掌握社区安全，还可以用999频道同步监看所有的画面。开播新频道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播0809-009-658。少年看啥看啊，这趣味？你直接介绍一下啊。哦，这个哦，就爱台湾的频道啊，有休闲旅游、地方趣闻、美食介绍、秘境探索、知识科普、新奇有趣的影片，拢在家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啦，我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很简单 ，YouTube 搜寻爱台湾，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许多有趣的影片任你看。哦。大家有爱台湾吗？哇！台湾 number one， 让我们一起爱台湾。想要业绩长红，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
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 04-711-9440 711-9440